各位大家好，上半场好唔好听啊？多谢你哋啦，多谢你嘅支持啊！我哋跟住系嚟我哋嘅下半场咯喎。咁未开始之前咧，我哋唱得好啫，但系都要靠我哋班师傅、音乐师傅嘅支持噶嘛，同佢弹系咪啊？好啦，我首先咧，因为我都唔系好识嗰啲各咁多嘅师傅嘅名。我只系识两个人喺呢度，我系识就系我哋嘅音乐领导冯建芳师傅，跟住咧我又识一个好后生嘅呢个真系，呢个嘅呢个击乐师傅陈定邦先生，几靓仔系咪啊？嗱，你都唔信啊，佢唱歌仲好听啊，知唔知啊？攞个奖啊佢！同埋咧，我繼續係多謝我後邊嗰啲咁嘅師傅，因為我真係對唔住啊，唔知你閣下呢啲名，咁啊多謝曬各位嘅支持啊！好啦，我哋跟住我哋下半場又出嚟啦喎，我哋而家第五隻嘅歌嘅就係、是、第六隻歌，唔係第五隻歌，就係、是《秦淮冷月葬花灰》。咁我哋請到咧就係、是、呢位真係好靚嘅文武生。王志良先生同佢拍档嗰位咧，又系好周小山小姐，有请两位。
堪怜病女伤难啊，雪雨霜风参愁苦，前路无力为何物啊，人夜我等留感清幽，俗世纷纷冷暖世情感同身受，往日夜燕夜燕歌，今心愿锁清愁，门关轻轻叩，伤啦，我系欠益啊，系钱大人，伤啦。爱一那别那只三笑，却见你病体知呀你人悲黄发。看看我手中是何物啊，月娇楼屋契大人你我竟已
取回，送金回扣，永属啊你。劝娇眉莫皱，只见那须为你查。切感君未能叩首，只有紧握你手，心叹忧，你须弃玉楼，空也再不能一那醉羞。
还疑长征村，不该露水为探仇啊。甘美呀，美。
人啊，
步走，以情如火温柔柔，一集不红衣把你心事透，欲求还残彩凤起做手动人心魄，技艺一流，更演龙那凤那情长，夙愿多能胜啊走。
长流。多謝黃志良先生，多謝周小山小姐。